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提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47集。我们今天的话呢，重点是要讲变形金刚第三集这个 Cyberverse 的日版的 Sentinel Prime。那么 Sentinel Prime 其实每日版都是有，而且涂装好像都一样。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日版包装的话呢，跟美版差别只是在上有一个日文贴纸。那么呢，玩具本身的话，我今天呢特别把这六个人物呢全部摆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是第三集同一个等级的玩具，它比 Legion 级还要再往上大一个等级。啊 ，Legion 级的话是像这个前两天给大家分享啊，这个雷霆小队的这个 Lowbust 这个大小，你可以看到它的尺寸的话，明显比他们的小一个等级。那这个当中呢，有一款我是觉得比较问号，这个是附在方舟里头的小滚珠吧，应该是小滚珠。这个的话，我不知道是跟他们同一个等级呢，还是跟这个 low bust 是同一个等级。这个，因为我已经没有它的说明书，我已经不知道它有没有做分类啊。因为它的体型，它的体型的话呢，大概是介在这两者中间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叫我怎么判定啊。不过这个就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了。那么如果我没有记错吧，应该就是这个等级的模具应该就是这六组了，应该是没有了，如果有的话大家给我科普一下。然后呢，我要这个我们就可以稍微再聊一下这个小型玩具的一些东西啊。它里面最稀有目前最珍贵的是哪一个呢？我想应该是最右手面的这个短柄斧，事实上它跟电玩里头的形象可以说是几乎除了四足行走之外差不多都没有一样的点了啊。它变成飞机也不是变成车子啊。那么这款的设计非常的精妙，甚至它的体型各位也可以看得到，它的体型明显的比其他几位呢要大得多得多啊，是个非常有分量的玩具。我当时台币应该是399还是多少钱买，我是一个原价买的了啊。那么呢，第二个稀有的话呢，应该是这个 Breakout 这一款玩具也是非常非常的棒。我前几天呢有在入手到一款没有涂装的一个二手版本，真的这个是我有自己涂装过了啊，上面有一些灰尘，稍微做了个清洁。那其他的几个的话呢，在当时就比较容易去购买到了。然后呢，这六个模具里头呢，我如果要做个排名的话呢，我自己会觉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 Sentinel Prime 应该是最后一名啊。我无意冒犯祖师爷老肖，他当时说啊，这款 Sentinel Prime 的话呢是里头呢不是最好，但是也不是最差。但是实际上我说实在，我是这两天第一次摸到它，第一次哦，终于亲手把玩的这个玩具，我认为它是在这六个家伙里头相比的话呢，他应该是最后一名。这有以这个人物的细节啊、做工方面来说啊，尽管他可以吊打现在的玩具，但是以后面这五个彪形大汉来跟他比的话，他确实是缺点比较多的了啊。首先的话呢，他有盾，有一个双头刃，他的武器可以配置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盾牌的造型也做得非常的还原，非常的像。身材也比例也很修长，但是它的缺点之一是武器握持在手上呢，容易造成，应该说握了就算了，不要随便把它拔掉。但是你不拔掉又不能变形，所以等于是说，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个白痕。它这个武器啊，取下来的时候真的拜托尽量小心。我应该，因为这款玩具是奇辉哥借给我的，我应该是把这一次把这个武器拿下来之后，我再也不会把它扣上去了，因为你看这已经都有白痕了啊。而且是两手都容易产生白痕，这个我甚至很害怕它这个指头会被断掉啊！你看这个已经真的是，这个是一个设计上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地方了啊！就这一点让人觉得很恼火。再来就是它的身形也是稍稍显得单薄，我所谓的单薄真的是跟后面几个人物去相比啊，这个 OP 是这个是有加分，但是它的体型啊，你可以看它比较扎实的非常的多。铁皮的话呢，我虽然觉得它的体型偷工减料有一点厉害，但是呢也还是有一个铁皮敦实的模样啊。当然这个御天至尊做的也不是说多差啊，还是一句话，是跟后面几个人物相比起来了啊。好，那么它的可动的话呢，头部的话呢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造型，你往上看是变形的需要。面雕是做的还可以啊，手臂的话呢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那这里有个球冠啊，球冠本身可以单独在动，手腕
哇，弯道差不多不到90度吧，拳头是不能转的啊，那个看都有疤痕了，腰身也是无法转动的，胸口的破碎感做的还可以，脚前后左右踢啊，侧踢的话呢也可以啊，踢一些些，这个地方造型限制实在是有点多啊，后面的话呢有这个类似于披风的造型，好，那么大概就这样，然后他的脚啊，对，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他这个脚，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他有一个横向的凸过来卡住，这个横向的凸哦，在变形的时候呢，是要把它往里面推进去，但是呢，它的这个凸呢，跟这个脚底板抵得非常的紧，所以我在变的时候呢，我都会稍微把这个地方往外扭一个角度，然后再推，就是减少这一块凸啊，去跟本体的这个摩擦啊，你的这个真的这样子硬掰过去的话，那个凸我看没多久就要铁杵磨成绣花针的啦，所以，它其实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缺点啦啊。那我们就来进行它的那个变形过程好了，先把这个脚底板这一片推进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一样是把它这个往外拉一点，这样推过来，然后的话呢，做一个这个外摆内收的一个翻转到这里。好，那我们这个脚的话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这个时候可以先扣起来，应该是可以扣起来，然后呢，把这个翅膀的部分呢，披风啊，先往上推，然后呢，这里竖起来啊，我们是要竖起来，方便我们做一个变形。接下来的话呢，你可以先怎么做呢？把这个头往后面推进去，推到这里就好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部件旋转过来，拼凑出一个形状。然后这个部件呢，这个因为这个变形就很妙，胸口这部分直接往上推，这个部件放下来到这里，好，推进来到这边，然后这里就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在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好，摁下去啊，就到这边啊，变形还是有点巧妙。然后呢，这里呀，我会建议吧，先把手打平，这个地方先拼凑出来，然后呢，这个地方往上面转上去，侧边转过来，到这边。那这里的话就是放这样子啊，基本上它就是有一点像是第四集的那个 Voyage Class OP 啊，它的那个两只胳膊啊是朝天这样子伸啊，你看这样子一来，几乎它不会有什么影响。那它这里其实是一个双动关节，它是一个双动关节啊。这里有一个啊，不对，我再给各位看一下，它这里其实是一个双动关节，我们要把它折进去后面这里。好，到这边，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处理了啊。它的武器呢可以完美的收纳在这里，那我们要收纳的第一个东西是盾牌。盾牌的话呢，在变形成盾的时候是这样的，这里有一个凸卡进去，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给挑出来，转到前面去，然后盾牌这个折进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凸，然后呢，这个时候吧，就把它给这样子，我这两片啊还没有完全，这两片没有夹住，为什么？因为我要先扣这个，先把它给就一个定位，左边右边都扣一下。然后呢，这里推进来啊，这里有个双动关节啊，记得把它给推进来，扣进去。好，那么呢，这个 Sentinel Prime 的这个顶部就算 OK 了啊，这里可以再把它捏好一点。那它的这一把大刀啊，直接扣在它的底部，底部扣进去之后呢，这个地方扣进去，然后呢，它后面呢还会有一个小洞，可以让我们安插。这里有两个凸啊，你可以随意抉择要被哪一个凸来结合。好的，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消防车的一个形象。那这个武器虽然在车底，但是它完全不影响它的可动。你可以看到，这个滚动性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当时的玩具呢都是有打上铆钉的。那博派的标志呢依然清晰可见，所以这个时候它还没叛变嘛，对不对？因为铁皮还在嘛，铁皮还没挂的吧？那上面的这个喷水的这个东西，你可以360度的转动，但是会稍微去卡到了，到这边就稍微有点卡到啊，但是实际上它应该是不太会往后放才对吧？我们就放在这个前方这个位置，这样就可以了啊。那么前方的造型给各位看一下啊，那这个有一个棉絮啊，这个棉絮是我刚用湿纸巾擦拭了一下这个几个玩具的灰尘啊。好，那前方的话，由于它这个没有透明部件啊，也没有比较明显的刻画，所以前方车头感觉一片黑啊。其实它的正常的载具的话呢，他们的 leader 级啊是有做一个透明的这个车窗的，非常的好看。那这个车型也是比较还原度也是比较高啊，包覆的非常的漂亮。那不过啊，虽然说它是
这六个里面，我觉得它是最弱，但是它依然是可以吊打现在的玩具啊。只是说，后面这几个家伙都是地狱中的魔王级啊，都是变态级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强度啊。当时的玩具就是这么样的迷人，也就是那个所谓的变形金刚的玩具越做越精彩的那个世代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话呢，就利用这么一点时间呢，给大家分享这一款变形金刚第三集 Cyberverse 的 Sentinel Prime 以及。对比一下啊，当时的同时期的同系列的同比例的玩具，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